看，小鹿都让黄叶给盖住了。走，我们去采落叶，听听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好不好啊？好的，妈妈，快走吧。早早，你听听，落叶在我们脚下说什么话呢？他在问我们是谁，还在问我多大了，在哪个幼儿园。啊，落叶还问这个小男孩叫什么名字。妈妈，你别说了，我会说的。落叶还问这个小男孩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够了，已经够编一个儿歌了。好的，我来编，你听好哦。脚踩在落叶上，落叶沙沙响，好像在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又好像在问我去什么地方。脚踩在落叶上，落叶沙沙响，好像在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又好像在问我去什么地方。编得挺好的，你念起来也顺口，我听起来也清楚。现在我们俩一起来念一遍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大声点儿。你小声点儿。好。脚踩在落叶上，落叶沙沙响，好像在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又好像在问我去什么地方。